亲爱的主，医治跟平安是你的应许和你的心意，也是你大能的名。我们仰望耶和华沙龙平安的主来为法国祷告。我们祝福在这一段非常时期，法国的政府和人民能够有应变上的智慧，有从神而来的平安护卫着这块地土。我们也祝福法国的众教会能靠主站立得稳，成为平安之子，成为爱邻舍的好撒玛利亚人，在人心惶惶的时局中能活出蒙恩的盼望和样式，发挥影响力，释放神的心意和全能。也求主兴起并且使用在法国各地的基督徒，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救恩，来认识救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的代价。耶稣是我们得平安得医治的确据，以至于凡相信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时刻领受上帝掌权在他们生命中拥有胜过世界的平安。我们也呼求耶和华拉法医治的神施恩惠怜悯在各地，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祝福每个遭受疾病患难的人能得到完全的医治，而受疫情影响的人心都能够经历属天的平安。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